你阿姨一点敢刚刚在上面就说第一廉耻啊！我阿娘我呀！未爽啊，未爽来啦！拢来，你们即摆不要死啊！要搞死，要啥死啊？用干咩仔来操爸来啦？操到爸，你讲的吼，暗时九点呢。别去操爸，我来操死了！有有有！我想跟你请教一下说，您刚才是不是有指示或者是斜视我呢？哎，是您先指示我的。嗯。啊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您是在看我衣服小件吗？不知道我是哪里让你不舒服，还是你有什么具体上的想法？我们是不是两个人来一场这个学术上的肢体交流？您看如何？我们应该先回去准备一些道具，现在准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来一场武术上的切磋。哦，那是再好不过啦。那我们就相约明晚九点。哎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啊，可以是不是？好好好，那我们不见不散哦。OK， 好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小陈，您好，这是您今天的消费890元。来，1000块不用找了，谢谢您。谢谢。您好，这是你们今天的消费，8个人加9，总共5489元。哎呀，鬼了，我这个了，我这个，你就逃犯罪了啦。我是街边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签单的服务哦。我跟你听出来，我跟你听是谁了？我已经看装潢有啦。哦，我们这里是新开幕的，都是全新的装潢哦。来，麻烦一下。证件一下，我不没有看一下，配合一下。大大爷，我赶时间啦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头前的地行啦，哎呀，我知你辛苦，拍摄啦，哎呀，较紧点好不好？哎呀，赶时间拍摄。来，你选在干嘛？来，证件拿出来配合一下。我写爹了，小了，来来得力有了。来，态度注意一下，这边不要迷路。快去一点，快去一点，来，证件就拿出来，证件就拿出来，来，证件拿出来，不要拉近我，不要拉近我，不要拉近我。就是演一个死跑龙套，如果跑龙套，可不可以前面不要加个死？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龙套的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？我这次饰演的角色呢，应该是里面一个反派的旁边的哼哈二将。我跟浩浩，这个时候我只知道一个叫班头，这是一组不拆，两个哼哈二将啊，就是去演跑龙套，对，但是没有死。剧情后面编剧导演会不会让我们死？我不知道。剧本背好没啦？资优生永远是在前一天才看书，这叫做临时抱佛脚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内湖的浪浪动物之家，对，好不好？今天的戏就在浪浪拍的，这就是今天的8点档的剧本，里面的主任就是我今天的角色。在待会演出之前，我们要挑战不一样的演出，我决定用刘文聪的方式来演。开始，我老吴的感情真多爱看，会使自己。拍戏，好不敢，有可能这样吗？他的喜感是下一场，这一场我是带一群工人要拆什么戏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要去要便当，
而且真的有一个光头，啊，感觉，而且他看起来真的会拿刀子。好险大哥没有拿刀。我身上，按腿身上，来来来，上水上水。看啊，谢工作大哥，大哥蛮辛苦啦、啊。欢迎我们今天的大咖仔哥，帅帅帅，惊为天人了、啊，又而且又超帅。恳请观众朋友支持三立大戏《天道游牛兄弟》，又又又。人当然你个石头心肝，只在乎曾经拥有的人，嘛叫你等个迷迷冒冒。对啦对啦，我来看死啊！啊！哎哎呀！我就在那等你，你来回过了嘛，吹出来了，我这把酒要灭那个头壳了。你看我跪下啦，目睭咧咧头壳，当作恁爸咧面相要片哦。那要讲哦，恁两个单方来哦，该去几啊片？我感觉受伤啊受伤，无你家己看。哈哈哈！恁说笑到目睭微微，流口水了哦。哈哈，等下你嘛同款，嘴出个耳塞塞，这就是哦，当男人恋爱时啊，果然是无同款啊。哦，刚才你有吸到，啊无我当作是我脱汤，后天你出现幻觉。卖掉我袂讲啦。我听哦，当然是假的，假的，煞变真的啦。像极了爱情。像我等下，这届哦，咱包着就包了鸡蛋。您真正爱恁爸，全力 repay 哦，等下，气氛更加好呢。啊，小王，等下，这句什么意思啊？全力 repay 了。